上街头的举手给我看好不好？能够吃苦，能够耐劳，有刻苦耐劳走出来的，做什么像什么，所以让你感觉很亲切。我们的台湾精神就是永不放弃，努力，自立自强。台湾的精神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脆弱当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坚强。然后人跟人之间，尽管可能不理解，可是他可以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部纪录片。而产生理解的契机，自由就是自由，没有别的，真的包容多元，多元性，会做的事情，可以做的事情，甚至才华发挥到最大。台湾的精神就是牛的精神，真的像是牛一样啊，朴实踏实，我们就是一直要往前，不能放弃的那种精神，在往前进。台湾の人たちはすごく元気ですね。在台湾最重要是情感。人跟人之间的，遇到困难，大家互相帮忙，这是台湾上界唯一的有良心、感情的这精神。使用历史的人，但是台湾一直在处于这样的困境。所以我认为台湾精神是这样：只要打不死，我一定会站起来。为了追求人性尊严，为了追求自由民主，不怕牺牲。不畏艰难，坚持下去。对，这个就是台湾精神。